走路是人们走向世界最简单的方式。2006年千里步道运动发起的时候，就是希望透过串联环岛徒步路线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从台湾步道日、生态旅游到农渔村住一晚，乃至于手作步道、工作假期等等，希望让更多人亲身的来认识我们的土地。我们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进行国家绿道的倡议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很多朋友开始走向郊山，看见了跟我们生活不一样的山村地景，同时呢，也带动了我们的山村经济的再生。走路不仅是对个人的健康的好处，更是展现民间共同的力量。你不开始就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可能性，当你开始第一步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走在步道上，路就在你的前方，一步一步的向前开展，千里之外的那个梦就会从你脚下的第一步开始。